慈禧太后驾崩前简直太恐怖了，四周透露出一股腐烂的气息。靠着锅里熬的千年王八汤，撑着最后一口气下达旨意，命侍卫将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接进宫里，要将大清的皇位传给他。而这时的溥仪也只有三岁。二嬷，我把孩子交给你了，往后只有你疼他了。快点！ 在一阵阵的哭声中，他被带进紫禁城，然后父亲带着溥仪面见慈禧。年幼的他学着父亲的样子行礼，随后小溥仪被慈禧叫到面前。小溥仪，你听着，我立你为四皇帝，继承大清的皇位，你就要成为天子。 年仅三岁的溥仪被赐封了万年皇帝，而他不幸的一生也从此拉开帷幕。话音刚落，慈禧太后就驾鹤西去了。紧接着，太监拿出一个巨大的夜明珠塞到太后口中，用白纱蒙住脸。随后敲锣吹喇叭，四周的人都沉默不语。溥仪却不以为然，他摇摇晃晃来到父亲面前，想要父亲带他回家。父亲跪在地上，毕恭毕敬地给小溥仪行了个大礼，身为皇帝的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洗澡的时候就有很多人伺候他。可他问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时候可以回家。想家的时候也只能躲进乳母的怀里哭泣。1908年，三岁的溥仪正式登基，即使在登基大典上，不懂事的溥仪也很不耐烦。 他站在龙椅上玩耍，父亲只能上前阻止。这就快完了。这句话似乎注定了大清未来的命运。小小的身影站在大殿中央，群臣三叩九拜。溥仪却对这些没有丝毫的兴趣，就好像这一切和他没有关系。突然，耳边传来蟋蟀的叫声，这可让溥仪来了兴致。他在群臣中来回穿梭，四处寻找，终于在一个独眼大臣的身上找到了蟋蟀。独眼大臣将木冠缓缓打开，被囚禁的蟋蟀浑身青绿。溥仪看得目不转睛。现在臣把它献给皇上了。 他不知道的是，自己一生将会和这个蟋蟀一样，被困在无尽的牢笼中，就连见母亲的机会都没有。直到7年后，溥仪终于见到母亲，一同进宫的还有小他2岁的弟弟溥仪。这几年的皇宫生活，溥仪早已习惯了帝王身份，看着弟弟给他行礼，他不仅选择视而不见，还从弟弟的身上跨了过去，来到母亲的轿子前。但是母亲的容貌早已被他忘记。额娘已经7年没见到我了，还记得我吗？不记得。 那天保皇帝进宫，我就知道得这样的。此时的生母已经泪流满面，母亲早就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于是将溥仪留在宫中，让他陪伴哥哥。可溥仪却把弟弟当成了仆人，还经常向他炫耀着自己的威严。他们干嘛都转过身去，那当然，平民百姓是不准看皇上的。我是天子，皇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真的吗？当然了，要是我逃了气，受罚的得是他们。 从那天起，他们一起玩耍，一起读书写字。可这天上课时，溥仪突然发现弟弟穿了只有皇上才能上身的玉黄色，他生气地训斥弟弟，命令他立刻将衣服脱掉。脱下来！不，你不再是皇上了，如今有一个新皇上，他把辫子剪了，他也不坐轿子，他坐汽车。溥仪听后愤怒至极，他追上去想做溥仪。为了证明自己仍是皇上，溥仪直接赏赐给太监一砚墨汁。太监虽有不满， 但还是毕恭毕敬的一口喝了下去。为了让哥哥认清事实，溥杰拉着他来到城墙上。这堵墙是刚刚砌起来的，墙外是训练有素的士兵，而袁世凯正坐在轿车之上。墙，那就是汽车。车上坐的是民国大总统。墙内墙外好像是两个世界。溥仪气愤地朝他们扔石头，可那又有什么用呢？接受不了现实的溥仪伤心欲绝，他流着眼泪询问大臣：“为什么要在这儿砌堵墙？”“皇上，这只是一堵墙，这什么也没变。”“你撒谎。” 陈师傅，我还是皇上吗？在宫里，皇上永远是皇上，可在外边不是。这句话让溥仪深受打击。紫禁城内的人都知道，如今皇权早已不复存在，因为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悄然开始。只有溥仪还被蒙在鼓里。他慌乱地想要寻找乳母，寻求安慰。但是当他跑到乳母房间时，里面早已人去楼空。原来是老太妃们偷偷派人将乳母送出了宫。溥仪在后面拼命地追赶，宫廷的红墙仿佛没有尽头，一个小孩怎么可能跑得过大人？ 终究是无能为力。溥仪成为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他就像那个蟋蟀一样，被困在牢笼里不能出去。转眼来到5年后，溥仪迎来了人生中第一位外国老师庄士敦，他给溥仪带来了西方的杂志与书籍，真正打开了溥仪狭隘短见的世界观，让他有了离开皇宫的想法。可就在这时，巴黎和会谈判失败了，军阀混乱，民不聊生，新文化运动愈演愈烈。袁世凯为了掌权， 同意和日本人签下不平等条约，街上到处都是游行示威的学生。得知这一切后，溥仪也很气愤。我也很气愤，可是他们不许我离开皇宫一步，我要出去，庄师的师傅，我要出去见识见识。
庄士敦自然没有权利带溥仪出宫，于是给溥仪带来了一辆自行车。这天溥仪听说母亲吞鸦片自尽了，于是他想带着溥杰回家见母亲最后一面。他骑着自行车走在通往城门的路上，当初他就是在这条路上追赶乳母的，结果没有成功，然而这一次也不例外。守卫看到他后立即下令关紧城门，无论溥仪怎么说都没有作用。他气愤地将养了很久的小白鼠摔在城门之上，即使这样他依然没能走出皇宫，气得溥仪爬到屋顶上宣泄着自己的不满，而愚蠢的太监却认为是自行车惹的祸。他用棍子击打自行车，这一幕看得庄士敦无比气愤，抢过太监手里的棍子。你这个一点不近人情的老糊涂，你那孩子的母亲死了，你们都不准再去看一眼。在庄士敦看来，溥仪不过是拥有皇帝身份的孩子，他在房顶上一遍又一遍大喊我要回家，所有侍卫都在下面看着，却没有人理他。最后还是庄士敦带人将他从房顶救了下来，而溥仪却突然感到视线模糊，看不清楚周围的事物。西方医生看后说他得了近视，需要配一副眼镜，可皇帝的形象至高无上，即使是看不见也不可以戴眼镜，于是遭到了太妃们的集体反对。那不行，皇帝怎么能戴镜子呢？皇帝不该戴眼镜。庄士敦只好找到内务总管，以辞职作为要挟，让他给皇上弄副眼镜。不成想对方不吃这套，无奈庄士敦只能说出他见不得人的勾当。如果皇上双目失明的话，那有些人可就方便多了，他就看不见宫里的花销，看不见养着1200名太监、350名宫女和185名厨师的花销，看不见一个月买120张貂皮，一个星期买3000只鸡的花销，看不见内务府的840名侍卫和随从，再加上一个内务府总管，而他们这些人整天关心的只是一件事，就是捞更多的油水。庄士敦先生，您可真会算账。眼镜的事儿倒是一件小事，您到底想要什么？庄士敦就要一副眼镜。现在看来，在这深宫之内只有庄士敦真正的关心溥仪戴上眼镜后离开皇宫的想法更加强烈，他已经准备好了去往牛津大学的船票。这时庄士敦告诉他一个好办法，那就是让他结婚，因为男人只有结了婚才能当家做主。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溥仪一眼就选中了12岁的文秀哥哥，他会讲英语、法语，还会跳快步，这正是他想要的妻子。但溥仪不知道的是，皇后的位置早就被太妃们内定，他就是17岁的婉容。溥仪作为皇帝，即使选妻子也不能自己做主，这让他痛苦不已。可大婚当天，婉容的所作所为却让溥仪很是满意，因为他不光有着端庄的容貌，还有现在人的思想，他们会像新式夫妻那样互道晚安。正如庄士敦所说，成家后溥仪果然拥有了当家做主的权利。他查出太监们私底下的勾当，只是一个小小的太监总管，在京城里的宅子就多达20多处，还有很多太监将宫里的古董偷出去变卖，而他们的借口则是为自己养老送终。于是溥仪决定在宫内改革，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将辫子割断，罢除宫内肆意敛财的太监，下令由庄士敦先生的朋友为新的内务大臣，他要彻底清查库房里的所有财物。可当晚建福宫就燃起熊熊烈火，所有的奇珍异宝和账本都被烧得干干净净。溥仪知道是太监搞的鬼，于是他做了个大胆的决定，要将1200名太监全部驱逐出宫，不然这把火迟早会烧到自己头上。与此同时，溥仪的前半生也彻底落下帷幕，他本以为能在宫里安度余生，却不料一群士兵突然包围了紫禁城。此时的冯玉祥正在发动北京政变，他命令溥仪在一个小时之内连同家眷搬出紫禁城。面对真枪实弹的威胁，溥仪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丧家之犬。他无数次想过离开这个地方，但他做梦也没想到会是这种方式。好在庄士敦又帮了他一把，准备好了车辆，让溥仪跟着他一起去英使馆。可溥仪却听信了日本人的谗言，因为他们承诺会帮助溥仪重新登基。思想单纯的溥仪就这样上了日本人的贼船。他带着婉容和文秀来到了天津，每天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可他的一举一动都被日本人监视着。因为对婉容过分宠爱，冷落了文秀，于是文秀决定和溥仪离婚。我要和你离婚，我不愿意再做你的小老婆了。我一直认为你是我的淑妃。过去在皇宫里你是皇帝，我算是你的淑妃，可是现在你是亨利溥仪，婉容是你的夫人伊丽莎白，我算什么呢？我要和你离婚。不能和皇上离婚。尽管溥仪没有同意，但最终文秀还是通过律师成功离婚，溥仪也成了历史上第一个被离婚的皇帝。文秀离开时外面下着雨，但是他并没有打伞，因为这一刻他终于自由了。这时溥仪的表妹川岛芳子来了，他带来了一个晴天霹雳的坏消息，满洲先皇的陵墓被孙殿晕到了，他们将慈禧的遗体砍成了碎片，陪葬的珠宝也被洗劫一空。这对溥仪来说简直是莫大的屈辱，现在他唯一想做的就是重新登基，天真的妄想拿回属于自己的权利。走投无路的溥仪想要依靠日本人筹建满洲国，但婉容早已看出这是日本人的阴谋。你没有看出来吗？日本人在利用你。民国军队把我的祖坟都给挖了，民国军队对日本侵略满洲不抵抗，但是满洲仍然是中国的领土啊！中国已经背弃了我，
我要复辟我的帝国。他毅然决然地跟随日本人来到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只见他身穿黄袍缓缓下车，在人们的欢呼声中重新登基，让溥仪真的觉得自己已经复位。却不知从这一刻起，他真正的成为了日本人的傀儡。溥仪很享受这种被人奉承的感觉，可婉容却流着泪在角落里吃着花瓣，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假象，只不过是日本人在利用溥仪罢了。你今天一定要丢我的人吗？你不相信我能再当皇帝，可是我当上了。你这是昏头。而溥仪觉得婉容这样让他很没面子，于是决定自己一人去访问日本。等到溥仪从日本回来后，却发现什么都变了。婉容在川岛芳子的引诱下染上了大烟，他的卫兵也被没收了武器，日本人彻底掌控了这里的一切。溥仪愤怒之极，当即要召见总理大臣，可是却被告知他辞职了，取代他的竟然是大毒枭。因为母亲吞食大烟的关系，溥仪最讨厌的就是这样的人。气愤的他立即召开会议，他强烈地宣示着主权，声称满洲国不是殖民地，必须和日本是平等的。日本人听后立刻愤然离开，甚至觉得溥仪是在白日做梦。对此满洲的大臣也束手无策，只能选择离开。这一刻溥仪才意识到自己有多愚蠢，更让他接受不了的是婉容竟然怀孕了，而孩子的父亲就是溥仪的司机。其实这一切都是日本人的阴谋，如果他不签署不平等的条约文件，那么这件事就会公之于众。溥仪为了最后的尊严也只能选择妥协。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彻底成为了傀儡，每天签署着日本人制定的卖国条约，因此日本人牢牢地控制了满洲国。他们很快就占领了华北，将满洲变成了一片火海。日本人在东北用活人进行细菌战的实验，同时满洲国成了靠生产鸦片来资助侵略战争的后方，蓄意造成几百万人吸毒成瘾。这时婉容的孩子出生了，可他怎么也没想到孩子刚下生就被日本人立刻处死，而婉容也被秘密送走，从此不知去向。看着窗外即将被送走的婉容，溥仪立刻追了出去，可还是晚了一步，他再次被大门拦住了去路。门内的他仍是囚徒。不久后日本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直到1945年8月15日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第九天，日本无条件投降。溥仪在逃跑路途中再次见到了婉容，可这时的婉容已经变得疯疯癫癫，当年的美貌也不复存在，没有人知道他经历了什么。溥仪站在他面前，他却认不出来。看着曾经深爱的妻子变成如今这样，他心痛不已，可此时他必须逃离这里。在逃跑的途中，溥仪被苏联俘虏了整整五年，直到1950年他和伪满洲国的战俘被一起遣返回。溥仪深知自己罪无可恕，于是在卫生间选择了自我了断，幸好所长及时发现救了他。干嘛不让我死呢？ You are a criminal. You must be judged. The Lord of 10,000 years. 在分配宿舍时，溥仪见到了自己的弟弟溥杰，还有他曾经的仆人。在他们面前，溥仪仍然认为自己是皇上，什么活都交给仆人去做，就连刷牙也要仆人把牙膏挤在牙刷上。很快所长发现了溥仪的问题，为了让他学会自理，所长给他换了一个房间，还故意解开他的鞋带让他自己系好。站住。你鞋带开了，自己系上。并安排他星期四去食堂打饭，星期五扫地，星期六刷厕所。本以为从来没有跟家人分开过的溥仪能慢慢习惯这里的生活，可是三年过去了，他不但没有学会独立，反而连衣扣子都能系错。所长离开前让他把衣扣系好，他却无助地看向曾经的仆人。你以为我还是 你的下人吗？面对曾经的主子，他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想法，可过了一会他还是气愤地朝溥仪走过来。The last time. 这天溥仪在放映厅看到了南京大屠杀的影像，30万同胞被日本人残害，并在东北做大规模的细菌实验。看着日本人利用他犯下的种种罪行，溥仪惊恐地从人群中站起来，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曾经的满洲国。最后溥仪独自一人承担下了所有罪名，其中包括一些他不知道的事情。所长却劝他别胡乱认罪。你为什么把所有的罪行都承担下？你知道满洲国的许多事情，包括一些秘密协定，可是你不可能知道日本人在哈尔滨进行细菌战的试验，可能吗？溥仪觉得发生的这一切都和他有关，他应该承认自己的罪行。转眼时间又过去了十年，直到1959年53岁的溥仪终于得到了特赦通知书。罪犯爱新觉罗溥仪54岁，满族，北京人，该犯关押已经10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1条的规定，予以释放。
从这一刻起，他真正的获得了自由。后来，溥仪被分配到植物园工作，每天热情地与工友们打招呼，和大家一样骑自行车上下班，成为了新时代的共和国公民。不久后，他用自己人生第一份薪水买了一张故宫门票，也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个进自己原来的宫殿还要买票的皇帝。他漫不迟蹰地走进太和殿，但此处早已经被标为禁地，这里就是当初溥仪登基的地方。他跨过警戒线，一步步走向龙椅，可刚走到一半，就被一个小孩拦住了去路。站住！不许上去，不许到上面去。你是谁呀？我住在这儿，我是这儿门卫的儿子。过去我也住在这儿，那儿就是我坐的地方。你是谁？我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用什么证明？为了证明自己，溥仪从龙椅的暗格中掏出那个装着蟋蟀的罐子，罐子上已经沾满了厚厚一层灰尘。小孩打开后却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以为自己被戏弄了。可当他想质问那个老爷爷时，溥仪早已经没有了踪影。再回过头来，一只年迈的蝈蝈终于爬出囚笼，同时也意味着溥仪得到了解脱。这就是溥仪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如果用三句话来讲这部电影，那就是所有的离开你都赶不上，所有的门你都打不开，所有的人都是撒谎者。尽管看一群中国人在屏幕上讲英语很奇怪，但不能否认这是一部最地道最出色的中国电影。